假设以3为底的 log 括号 x 加1加上以3为底的 log 括号 x 减7会等于以3为底的 log 20，是求 x 的值为多少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三个数呢全部都是对数，所以我们利用对数的性质， log a 加上 log b， 我们就可以把它合并变成是 log a 乘 b。 好，接着呢会等于我们右边的以3为底的 log 20。 左右两边相等，底数相同，所以真数的部分也应该会相等。好，那这边呢 x 加1跟乘上 x 减7，我们直接把它乘开， x 平方减 6x 减7会等于右边的真数20。好，那我们来一下， x 平方减 6x 减掉27等于0。接着呢我们做十字加乘法， x 平方呢就是 xx， 27就是9和3。那因为27是负的，所以9跟3有一个人要是负的，那加起来之后是负6，所以我们在9的地方选择它是负的。好， x 减9乘上 x 加3等于0，那么 x 就会等于9，或者 x 就等于负3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带回去验算， x 等于9带进来，9加1等于10， OK， 9减7等于2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再来负3，负3加1呢是负2，所以真数是变成负的了，所以负3这个答案是不可以的，所以我们的 x 就会等于9。